他换了吗？换了。有比较好吗？从小床变大床，睡得比较舒服。都双人床了，你还不来陪我睡吗？不要啊！我是雷拉 ，I'm 雷拉。欢迎收看，我是雷拉 ，I'm 雷拉。现在我们终于放假，放假还不忘拍片，你看看我有多认真。因为想说很久没有带我们的摄影师还有经纪人一起出去玩，现在又不能出国，但是我又想坐靠窗，那我们就下台中去玩个三天两夜这样子。然后可以顺便拍一支 vlog， 跟大家介绍一下台中有什么好吃好玩。之前呢，他们一直在靠腰我说什么一个月只工作一天，只拍片一天，然后就赚什么几十万。我上个月我天天工作，他们反倒说雷拉你这样太积极了，我们也要休息，叽叽喳喳，叽叽喳喳。那我今天就带你们边玩边工作，看你们还有什么话好说，吵死。高档的酒店对你们来说应该是很棒吧？边玩边工作，请问哪家公司有这么好的福利呢？加入我吧！走遍真才了，没有不缺的人片。你要想要升级东西，我可以帮你问。酒店陈辉照了，好吧？陈辉说要帮忙升级，看他还帮我升级什么房，自己也蛮想自己睡一间的。不好意思打扰了，让他过，让他过。哦，竟然自己开了，电动的啦。进来了，哇！我今天没浴缸。今天晚上我要跟雷姐睡了，百万粉丝羡慕。你要录我屁股？人呢？我要说可以升级我跟怡琳的房间。打给谁？打给陈辉。经纪。你为什么没有接雷拉电话？啊，他要打给我，没有啊？我们在零酒店哦。Crazy Town。Crazy Town。你说要升级是真的能升级吗？没有，你要我就帮你问啊。你看你们几间，我看我能帮你升几间。把我的房号给你，跟我说。那我要赶快。心疼我，糟糕，眼神躲不掉哦。其实就是房间变大，然后有两张单人床变成两张双人床，厕所也变得大了一些，这种厕所堪称完美级厕所，完美都会这样，真的非常的火辣。这边自拍有没有？那还蛮棒的。他换了吗？换了。有比较好吗？从小床变大床，睡得比较舒服。啊，都双人床了，你还不来陪我睡吗？好，出追我的时候就不嫌远，追到了就在那边好远好累，渣男。吃乌马，我只会二，其他零作用。Go go。他刚刚一上来的时候，那个鸡在流那个汁。我们一次吃，不好意思，帮你烤肉哦，要几分熟？五分。我觉得你腰不够弯，再弯下。哎。怕挡住你。看我这一身洁白的服装，知道今天要干嘛了吧？哦哟，你很烦哎。其实这一趟来台中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干。之前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我预约了美白牙齿，听说是蛮厉害的陶瓷贴片。然后原本应该是年底的时候就应该要把这口美牙给做完了，但是我们直接拖到现在七月份，所以呢，我终于去做牙齿了。大家也知道，我也曾经有抽烟的习惯，虽然说我现在正在尝试的戒烟，但是因为我还是很爱喝咖啡，所以我牙齿其实还是蛮红的。我想说算了，今天就是要美白牙齿，所以我昨天呢就随便乱吃。人家我昨天吃那个乌马饱到现在，半夜还吃乌马带回来的外带，然后你是还叫鸡排来吃，叫鸡排来吃。然后呢，今天美白牙齿完后，我照样吃吃喝喝。大家都说雷拉的牙齿真的很漂亮 ，I know， 但是呢，还是要保持完美的状态，所以我们要来去美白牙齿啦 ，Baby， 呀，终于到了我等待已久的美牙时。但这一次呢，我们要重新照一次牙齿 X 光。上一次呢，医生有说我的牙齿有蛀牙，还有答应我这次会帮我用掉。
做完牙齿之后呢，我顺便拔个智齿，看一下看一下，我晚上还要喝酒。哎，没，我们不要混淆焦点，重点在于 my teeth lovely。你够了。来，再来90度。他这边很贴心的是，他单子上面有写一个本人看诊，非常怕痛，或是易呕吐、易紧张，就是可以让你勾选这个，是一件非常贴心的事情。给你做一下确认，所以这个部分都已经没有问题，那药物的部分都没有过敏哈。我是麻醉科的医师，那我还是要问一些你的状况，最后吃吃东西喝水是什么时候？昨天晚上凌晨2-3点。麻烦你嘴巴嘴巴合起来，那像我这样子上下左右动一下，看一下你的手背啊、肩膀、手指尖会酸酸麻麻的吗？不会。我想问，打完后是睡着的状态？我们跟全身麻醉会不太一样，我是让你放松，那过程中不会不舒服。真的有点晕哎，你现在喝几杯了？以酒量来算的话，目前大概喝到2杯到3杯左右。数学好不好？很好。100减7是多少？93。再减7呢？18、87。86啊。93减7怎么会86？A few moments later. 刚刚是不是隔了嘎是吗？所以我回去可以照刷牙。回去还是可以正常刷牙。那我今天可以喝酒吗？不行。为什么？认真。那我昨天就喝酒了。我的嘴巴现在是呈现歪掉，所以要戴口罩。那个麻药还会疼。没事，没有。真的，等一下吓到草爷。草爷，现在草爷要带我们去吃饭了，所以我们等等就直接吃饭见吧。草爷说这叫温体牛，是通常别人来要等，只有你来我们才会先叫好菜，不然通常是必须要现场才来。而且我还拜托一个好朋友自己先过来，先帮我们点好这些菜，然后他就走了。真的吗？就是来台东会刻意打电话给草爷，是因为草爷真的对我很好，然后我就想说，我也不知道草爷到底有谁能带我们去晃晃走。好的是宰的8+9。什么8+9？跟他舌看起来比较8+9。重点是我们只是喜欢交朋友，大家都一样，只是说我们比较本土化，人家就会觉得你就是8+9，但其实不是这样子。好，玩笑。大家不要啰嗦，赶快吃饭啦。来，牙齿漂亮。干啊！那个脚卡在我的牙缝，想抠出来给你们看。它是暂时性牙套，表面上是涂抹一层胶粘在你的牙齿外面。所以中间的时候，那个胶感觉随时要掉下来。是口部的胶，对不对？简称口胶。耶，来到了清美啦！天气很好，这个公园假日的时候都会有很多人来这边野餐，带狗狗来散步。那我们今天就来这边晒晒太阳，然后再往前一点呢是审计新村，会有很多艺术的地方。我讲不下去了，我要来去跑步了。在街头唱歌真的很恐怖。你要不要自己上来唱一首啊？对，那个 key 男女有点差太多，这样子没有发挥到。大家唱得好，可以大伤哦。是我，不是他。已经约定过，一起过下个周末。你的小小情绪对我来说，我也不知为何伤口还没愈合，是你让我开出花一场。明明不在我身边，我却觉得安静。
乱动更糟糕哦。对啊，每次在那边跟人家说什么女生生小孩多痛多痛，然后那个打针就怕的要死。你昨天才跟草爷说你不是忍不了痛的女人，我忍得了啊，跟牙齿不一样啊。啊！做完这个就算是说做一个比较大型的治疗一样，也是需要康复期。接下来这一两个礼拜一定都会有一些术后的症状，第一个水肿，第二个破皮，第三个可能会有这种撕裂伤的感觉。正常的东西吃都没有关系，但你坚果类、螃蟹的壳啊就不要啃。最多出问题的状况大概都是撞到或是被打的。我不打架。适当的清洁基本上就没有什么问题。好，结束了。耶、yeah, ，终于结束了。我现在是院摊，有兴趣的朋友们，我在宽庭牙医做的，我会把链接放在下面，你们也可以到我 IG 去看，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诉我。你对这支影片有什么样子的看法哦？喜欢我的影片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我是雷拉，安雷拉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